大家好，很快呢，又到了每个月的20号，又是我自己要验收的时刻。最近呢，因为夏天的割草，秋天的修剪，还有最近的旅游，让自己的整个情谊呢，是有点生疏。但为了让自己呢，没有偷懒的理由，今天呢，原则上。还是会把以前的歌呢，也做一个温故知新的一个动作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还是先验收新的歌曲。那今天新的歌曲呢，是《望春风》。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演奏《望春风》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呈现的新的歌曲《望春风》。OK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演奏的是第二个月所创的歌曲，也就是《桂花香》。还是有一点生疏，但勉强可以接受了。OK，最后我们再把复习一下我们的龙的传。其实还是有一些错误，但没有办法，因为今天有点生疏。那期待呢，下一次的时候呢，可以一镜到底的弹奏。那其实我认为这是非常难的，如果要表现出真正的这种状态，的确是有点困难。那我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，毕竟。太久没有练了，所以有点生疏。OK，我们期待11月20呢再相见，拜拜。